昨天来武汉，今天又来武汉了。昨天逛湖北省博物馆，今天逛辛亥革命博物馆。从武昌火车站到辛亥革命博物馆，如果是坐地铁加步行，要20分钟；如果是直接走过去的话，就是28分钟。省一点是一点吧。垂帘听政应该是慈禧和慈安呢。车上书，上清滴滴都书，应找统筹全局者。伸出拳，一合团，只因鬼子闹中原。
在朝里面是个名存实亡，替洋人做一个首都官长，压制我中汉人拱手相让。刚刚背的是郑天华的梦回头，分别是南面的中和门、保安门、望山门，东面的伊达门、三小门，西面的汉阳门、古门、文昌门，以及北面的武器门。青木湖广总督察署。
受不了了，看不下去。